别过来，把刀放下。你谁啊？大人您明知故问呢，这世上与你为敌的人还有谁？我暗中跟了你好几天了，大人好像很在乎这个女人。怎么，她是你的小情人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如果你想救她，先自断一臂吧，否则我立刻宰了她。请便。喂，世上怎么有你这样的人，居然见死不救？这女人同我没什么关系，要杀便杀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她是我们牧城的百姓，你若杀了她，我也不会放过你，我定会将你碎尸万段，还有你的父母妻儿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说到做到，你若不信可以试一试。啊，别别别，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啊？这几个月来我尽心尽力医治百姓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在你眼里不过是牧城的寻常百姓，死不足惜吗？一个女人而已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二爷果真心狠意狠。你要死便死，别那么多话，你死了我才好下手杀他。你这个白眼狼。行，那我成全你。没事吧？幸亏有他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生死在你心里根本一点都不重要。是，我若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野狼会屠城，牧城的百姓都会死，我只有保全自己的性命，才能守住牧城。你若死了，我会替你报仇，不会让你白白牺牲。那你心里除了牧城，除了百姓，可还有别的？没有。